阿母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什么问题？是安那？你为着社团的事，哭到遐伤心。啊，对你喊面的时阵，一直讲什么社团我的心肝囝。阿母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代志无甲我讲？社团已经无伫你啊，这件代志甲伊拢无关系，你著甲安坎这侪年的秘密讲出来。阿母，拜托你甲我讲，好不？社团是我说，就是讲，伊是你的亲兄弟。社团是我的亲兄弟，都是你刚母告别的兄弟，这是一个旧白世界的故事。阿公，姨娘，姨娘才搞咋？阿先来开门诶。是有人甲我开门诶，伊咧灶骹煮要互阿公食诶糜。头家阿公伊即卖安怎？病来病去，困未安眠啊，连寒眠都咧叫社团诶名。阿公，你毋着拢无困？阿公嘛真毋甘社团啊，我刚刚困未落眠。我暗日拜拜佛。公妈本来是社团早唔礼拜，啊，即马社团无去啊，头家连咧困哦，都烦恼无人拜拜。无人咧拜拜无。阿公，我敢会当替社团小妹拜拜？无人咧拜拜无。我来甲你做啊！咱这个在做先，我是英良，是社团的阿兄，我代替社团来甲恁请安。